Hello，Viki 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海乔。期待已久的电视剧《苍兰诀》已经在 Viki 上线播出了，欢迎订阅 Viki 观看哦。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荣浩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在这里呢，还要特别感谢 Viki 的粉丝和多语言字幕组的支持。海外的朋友们，快快锁定 Viki《苍兰诀》，来订阅，观看更多的集数。爱你们。